家来到了哪里？到达世界最高层，这里是时代峰峻的新公司，精准定位。是的，我们既然来到了新公司，我们肯定要进行一些非常有仪式感的大动作。怎么说？今天的第一步肯定是要为我们的新公司进行一个剪彩。但是呢，是这样的，我们只有一把金剪刀，所以需要老师们闯一些关，争夺那个金剪刀。只有一把，我觉得你对我们七个不尊重。你找我剪彩，你还给我设置难题。我们今天在公司设置了金木水火土五个类别的闯关，然后呢，我肯定是分别对应时代少年团这几个字，每个人最先凑齐去到二楼那边验证，他就是第一名，就可以获得金剪刀。我们有不同档次的七把剪刀。里面有一些关是双人的，有一些关是单人的。双人挑战成功了就可以两个人都获得，然后失败了的话，你要觉得对方不靠谱，你可以重新换一个搭档。明白了的话，我们先进行我们第一关土，进行一个好彩头的游戏。大家好，老师们准备了，财源滚滚。还带卡位的呢。好，耀文可以出发，出发找你的下一站。这位女士最后出发，你为什么不抢啊，小宋？你没有文具了。没看，我看。圆圆满满。喂，贺建廷，你说好的不玩呢？这是个人赛。我找到了一个绝密档案。绝密档案。嗯。在那边呢。不是，爸爸，好恶心啊，大姐，你这副业这么强吗？兄弟们，我们就不争好。对，我其实一开始就没争过。下一口进我的将是香喷喷的蛋糕。啊！不是我拿的，我怎么没抓到？不知道呀，我俩怎么到最后了？没事儿，我等你，香糕。他估计越拿越小了。下一口进我嘴里的将会是香喷喷的蛋糕。很搞笑。喂，抢到！哎，我可以走了，丁哥。走了。兄弟，礼貌吗？我一个人，你扔一石有什么意义呢？非得我捡是吧？逗小梗呢？我要干嘛呀？你要去挑战是吧？都没人去这儿。啊，这里是水。一v 一。干嘛呀？反向猜字谜。好，石头剪刀布，干嘛呀？背着来，不是石头剪刀布。你偷了？没偷啊，你先来。输了先来吗？哦，我先来。第六个，没听明白。向上举起左手，伸到背后，摸索肩胛骨，四肢扶动。这个动作是？哦。挠痒。对了。耶！哇塞，好厉害啊！我现在信心满满。右手握住嘴巴，眼睛向左瞟，嘴巴小活动抽动。嗯？怎么叫握住？错了，来下一个。握虚拳，伸出食指，反复撑直弯曲身。我不会猜谜语。没法。好，丁，下一个，来。猜死了。我在干嘛呀、啊？凭什么？来。右手朝前伸出，上下三动。上下三动，错了。不，还没那个。下一个，来。还没那个，等丁。下一个。他没有。丁，我这什么的？闹了。我当时你不在。不是，这是两个人，这是两个人，我们要输十次之后才能换人。对。凭什么？他的规则。朝下微微弯曲。身体左右微微晃动。你别在这儿等了，你先走，十道结束了才那个。这不是拉伸，我的干嘛？来，我虚拳，头向前，肩膀向前，胸部向前，胯骨向前，膝盖向前。哎，什么意思？错了。是。这怎么还有偷看的呢？没有啊，啥意思啊？右手握住嘴巴，眼睛向左瞟，嘴巴小幅度抽动。
好，下一个来。啥呀？双腿岔开，微微屈膝，屁股向后向后撅，左手向前，右手向后，然后屁股轻轻颠一下。颠一下，抓揪。不对，我来。哎呀，骑马，骑马，骑马。对了。好，不是他为什么还能用这道谜语？刚刚两道题，刚刚可以一起用啊，哥。哎呀，然后，不是抓阄是怎么？握拳，伸到胸前，手心向下，手心向下，右脚往后踢两下，右手手心转两下，是这样吗？右手手心转两下，我知道了，我能说吗？等一下，我要把这个都转。好了好了，盯了，骑摩托。好，那个走。第二次一道题啊，就是他刚才答对了一个，他答对了一个。少年自由，少年狂。要不要休息一轮吧？你休息休息吧。还是对的，我不休息了。小刘就休息吧。哎，我不知道，换你。很快，我很快，我们来，快点，来吧。双手自然下垂，握拳，缓缓向上移动。等一下，双手自然下垂，握拳，缓缓向上移动。啊，那个健身的举哑铃。踢裤子，对，想得一分。头向前，肩膀向前，胸部向前，胯骨向前，膝盖向前，连着做。为我。对。哦，不是，他们刚刚猜了那么久，猜不中，猜不中的。左手捂住耳朵，右手向前伸。上下左右旋转。我当我是个傻子，我想想啊。哦，我知道了。开车。错了。肯定不是啊。下一道题吧。这不是开车吗？结束了吗？没呢。会捂住耳朵吗？答出一道题了吗？会这样啊？打碟。这是啥？对了对了，啥叫对了？来吧，你俩谁先说？我先说。你先说。来，我给你机会。给我机会哈，可以累积是吧？你俩现在都一 v 一。哎，说。握虚拳。握虚拳。伸出食指，反复伸直，弯曲，伸直，弯曲。捏刹车。错。来，下一题，我申请换题。好，我换个题。这题猜不出来。伸出右手，食指和大拇指并拢，45度仰头，右手放在眼睛上面。是这样吗？但我是个智障。看太阳。对。什么呀？哦，滴眼药水儿。下一道题，双手。哎，我对了，那就是。香喷喷的蛋糕。现在没人 PK 了。做别的吧。这个能吗？觉得上夜吗？高压线，高压线。啥高压线？金木水火土水，不是，就在房间里。啊，就在房间里。那水啊，又好恶心了。我找到最终礼包了，他不让我拿。为啥不让拿？金剪刀，还要两个人才能玩这游戏。对，还需要两个人。现在还需要两个。小丁、小严呢？我们能不能一 v 一啊？我跟亚轩，亚轩独享呗。这边一看就没有，你看他直接奔着那边去了，你看，这儿包有的。触发隐藏任务。这是一个双人舞。你们必须跳双人舞，在音乐切换之后，必须要立刻跳到下一段舞蹈。音乐怎么样？车厢的游戏啊。我充了很慢的。双人舞。这是一头西伯利亚巨型大野猪，野外工作者们冒着生命危险蹲点三天三夜，终于拍到猛虎出动这一珍贵画面。我是中间那朵莲花。好的，那你们就可以拿到这个年的卡片了。拿来吧。拿这么多年干啥呀？先集齐了就赢啊。对，先集齐就赢，就可以金眼刀了。看看那边二比二怎么样了。
接下来我来给你宣布你这里的规则，需要两两组队。没有一个人游戏啊？你就得摇人过来。我的中间。你怎么都来了？别急，现在还在等俩人呢。能不能双双对抗？绝能。他在干什么？啥？哦，不能这样吗？不行，你们得要不去找人，要不在这等。走了，拜拜。哎呀，我们单单对抗吧，跟你商量。跟你对抗的强度太弱了，我们完蛋了。虽然会经常忘了。快快快快快！快二二，干嘛呀？干嘛呀？哎，有任务，有任务。免费送你一个任务。你看四位，其他三个。我们包，哎，我们包了，就不来。四位成功解锁咱们这个游戏啊！喵喵喵喵！这个是一个双人对双人的游戏。开心买门票，兄弟！开心买门票，兄弟！Yes！ 感觉我们下面双人组又跟杨平一组。OK。这个游戏叫我俩敢，你俩不敢。你猜我的，我们先吧。好，我跟他猜。石头剪刀布 ，yes，、嗯、你们先。就你俩赶着他俩也得做，才算他俩也敢。先看一下。然后你俩成功了就轮到你。我俩刚刚进垃圾桶里，你俩不敢。这是干净的吗，大哥？待会儿就不干净了。我感觉我伸不进去啊。嘿。来吧。不是你为了赢形象都不敢，谁不敢啊？该我们了，我你先说吧，我怕我一会儿一说出来就你看亲嘴儿。我去，我去，干嘛？我俩敢脱衣服？脱衣服？脱呗。哈哈，敢不敢有？你没有？有啊。你敢不敢？我去。耶耶！没有没有，你脱了，你脱给我，我再脱。你想脱自己衣服啊？那我脱裤子行吗？那这样吧，你们先别拍我，为了这个游戏我必须不行、啊、你要脱就给大家看的。好、啊、他俩赢了，走。耶耶、yeah, 他们玩的太脏了，我觉得、yeah, 我们最脏的还没出来呢。这没有，这没有了，这包有，这没有了。我观战怎么的，准备好了吗？我们四人一起追完了。干啥呀？记不住了，那我没有，我接。不是你们在干嘛呀？不是你们在干嘛呀？你还卡音响？这个我怎么弄都知道吧？不用，我们走了看看呢。老婆看看吧。哦，过了，这么简单？就这样，就这样，就撤。哥们，干啥呢？哥们，什么意思啊？哥们，我们的，我的，干啥呢？太脏了。来了。太脏了啊！这儿有，给你留了一个，你把从这儿拿出来，能、哦、不哎。新鲜的蛋糕，我先拿上了。这是两个人的。要玩？要玩？啊，这儿有一个。哪儿呢？这儿。我们出去之后把这个门锁了，把这个藏起来，没人再拿得到了。嘿嘿，我就先拿出来两张。没钥匙啊。有一个玩的脏的地方。玩了一张是吧？那个啥？怎么玩？怎么玩？就是脱衣服。走，丁哥，我们去做任务。走。哎，你哎哎，在哪儿？哎，走那边。哎，耀文，输了你，赢了世界又如何呀？好，来。啊？我有地板动作。
来吧，我们跳一个双人的吧。一觉醒来，我不知道全世界舞蹈能力下降一亿倍。在舞蹈比赛上，转。马哥和小贺献上一段自编华尔兹，评委激动地说：“好，过。”Yes。你不给吗？队长。最简单的一个。没了。哪儿呢？你的呢？所有的呢？哎，他们把所有的都拿走了。马哥，你的所有的呢？哦，他们不会拿走吧？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。别藏了，丁哥，别藏了，丁哥，我也来。你有啊？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怎么走了？一共五个呀，马哥还有两个、三个呢。哦，两个，马哥还有两个。马哥给你。他们已经开始。你们现在可以下去玩那个四人的了，没准有人去了。还要走吗？对，还要往下走。我们公司设计的非常不合理，为什么这个电梯不能直达二楼？只因为有你，不看见你，只有我们的自己。I believe I can find you。你们这要怎么做？给你说规则。OK。这么多钱。二对二吗？对，要四个人。要玩小宋啊？知道。小宋，叫个小宋。有人来了。哎，小。哎。快，四个人了。丁哥，我们 OK。马哥，你马哥休息会儿啊。我右手呗。马哥，等一会儿啊。有点事，你用左手试还是右手试？我有点对不起哈，那我用。然后来，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，你别搞了，哥们儿。坐下。坐呀，过来坐。我没听到要坐。我来。石头剪刀布，坏了。大哥，大哥，你安全啊。你来，最后了，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。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，放一个硬币是吧？坐啊！快继续，继续。石头剪刀布，来啊！石头剪刀，石头剪刀布。有了，有了。你不在这儿啊？放好了。你要切，那完了完了，还有切要切要切那个笑脸。去笑脸。石头剪刀布，巨鹏大哥啊，二弟，起来！石头剪刀布，巨鹏。完了，对。你这石头剪刀布运气不行啊！不信你一直在说。石头剪刀来啊！啊！我还差一石头剪刀布，剪刀布，布 ，yes。你倒是把我赢了。是。不是马哥，你要捆这只手，你那只手咋对住？咋装呢？因为我右手方便啊。那你俩换一个。哦。我们就喜欢装，怎么了？啊，又装到了。因为我们这样的话扭头就走了。你别告诉他呀。哦，我差一个十，就在那儿。这样，你们俩去呗，站那陪我去玩一遍呗。小心点。十是哪个？就是你们没有的。啊，可以啊，我们正好没有。是那个四个人、啊。为什么没有啊？你看，还让我们你们俩下不去，他们俩也做不了。不是，哥们儿，你要这样下，你现在弄完，你跟他去，他就赢了，你还不是在这儿？你们先在这儿，那丁哥就赢了。丁哥，你们有吧？丁哥已经去做了。丁哥也，丁哥说我是要四个人啊，我们这个他那看不了，他那没看。你上去把丁哥赢了再下来，丁哥也坐了。开始吗？开始吗？把他再赢，没事。来吧，来吧，这个赢，这个吧。翔哥，你有一个整理一下，不为时啊，你偷的不算啊。哎，哎，我的，哥们儿，没关系，我们有人记得哈，一会儿会回收的。啊，你们来，石头剪刀布。Yes， 哎呀，快，哥们，一个硬币，一个喜乐，哥们，一个喜乐，坐下，坐下，
开始圈。石头剪刀布，布。一个喜乐。来，石头剪刀布。石头剪刀布。等一下，石头剪刀布，布。没错，一定要逼我做的这个。什么玩意儿啊？嘿，哎，石头剪刀布，快去！好烦啊！石头剪刀布，快快快，坐，冲！石头剪刀布，布，哇！哇！一，来，来，来，结束了吧？来。石头剪刀，一百斤没有，你是个吗？所以我们还私藏了一个，但没用上。哎，那私藏他们作弊扣两个。要不要上去拿石啊，宝贝们？没事，我就差个石。OK， 江哥成功触发剧情。双手自然下垂，握拳，缓缓向上移动，提裤子，好抽象啊，好简单啊，抬起右腿，手使劲拍向小腿，这什么啊？那个踢毽子，可以更换动作吗？抬起左手，手重重的拍向左肩。自摸，自摸，啥呀？这是打蚊子。你不能就是抬起左手，抬起右手，拍一下，这不是打蚊子吗？来吧，我虚拳。伸出食指。伸出食指。反复，先屈弯曲，先屈弯曲。勾引，你过来啊！你过来啊！卖萌。抓头。我不知道啊，打游戏。打游戏。这什么啊？神经病！好，下一个，蹲下，双手前伸向前，抓一下，站起来，双手举过头顶，你在听听见吗？这不是波比跳吗？这什么玩意儿啊？啊，举铁，举重，我好强啊呀！我来，我再来，我再来。伸出右手。食指和大拇指并拢，仰45度仰头，右手放在眼睛上面。OK， 你好，星期六。可以不要这么抽象。不要这么抽象。眼药水啊。眼药水。哎，我知道你别说，我猜出来我都。右手握虚拳，左手搭在右手上，左右扭动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那个，你好笨啊！打游戏机，你在干嘛、啊？手是这样的，你准备 ？OK。你怎么猜到了？我聪明啊！你又聪明了。耶、yeah, ，拿到了哦！他们上面没法开啊，这是最好笑的。这么多人呢、啊？我们是、啊、你们最后两个人，你们选一个人来完成这个。对。准备划拳呗，来呗，赢的了啊！好，石头剪刀布，布，你故意输的，大哥。他们俩都是一件一套的，你有没有？我推你的名号。哎，石头剪刀布先决定谁先来的。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，我们其中一个人敢脱一件衣服，必须是两个人，我们敢脱衣服。你要不牺牲一下？或者可以换人？我们敢换人，你怎么接不起？三，这么炸裂吗？二，我们敢叫对方老弟，你们敢吗？我先随便糊弄一下呗，我们没想出来，没想出来。老弟，干什么？我们糊弄一下，我们没想到。先热身一下，没想到。热身一下。该我们想了是吧？对啊。快数啊，倒计时，快点。我们敢把手指插进对方鼻孔里面，你们敢不敢？哇！秀他，真的敢吗？好强！为了游戏，闭着眼睛吃，一会儿就过去了。你要插哪只？你拿我哪里的手机？
我去，太恶心了。算了吧。敢呀！你先敢，啊啊啊！我要回家。你不猜啊？猜了。我俩一起的，我要。对呀、啊，是一起的啊。看不见，没有。这样没有，你这是破。哎，这样算啊？这样你插进去，插进去。我的鼻涕都要流他的手指上了、哎。是不是要看有没有湿的？你看。不行，我先去洗个手。你来吗？兄弟，真的假的？兄弟，一轮聚会，你看、啊、拿了这个不就下班了吗？我有，好。好炸裂啊！我是该擦鼻孔的，还是先擦手？这样，我们这样把手摆在发，眼睛闭上吧。我们像你们一样严格。OK 了 ，OK 了。好 ，OK OK。行吧。我们敢脱鞋子，你们敢吗？先随便想一个，不然五秒就输了。那脱嘛，所以双方同意不换鞋。OK。哎。这个鞋，这是什么？这个鞋的纸没拿出来。这是效果吧，丁哥。我们敢把你鞋的皮放进嘴里，你们敢吗？我不敢。你敢？我不敢。浩翔，成败在此一举了。我不敢。就这只。我真不敢。我不敢。快点，加油！我不敢。别加了，这我的，我先。敢吗？不是，你先说你敢吗？新袜子新鞋，没味儿。不是新袜子新鞋，我觉得这个脚是过了22年的脚。我们脱衣服了，他们已经有外套了。行吧，脱就脱，脱衣服比吃鞋面好。我们敢脱衣服？脱衣服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去，你先脱呀！你先脱呀！你快脱呀！快脱呀！现在看，脱衣服了，脱衣服了！转过去，转过去，快！脱下！快点，好强！3、2、1，脱下！我觉得只有那个能战胜他们了，只有那个22年，咋还想着这个呢？等一下，这是啥？做条裤子啊？啊，不，这肯定不算的，这算毯子。他把裤子脱了呗，反正没毯子。脱，这真脱不了了，让他脱吧。脱，我们也说，我们也做，我们看情况。我们随便做一个，我们认输。好啊。三个睡个随便。我们敢喊对方的麦头，你们敢吗？哪个麦头？这个麦头是吧？对呀、啊。刚刚咋弄的？我就是喊进去了。是这个麦头。对啊。行吧。有些做不了，我们就喊进去了。输吧。喊了。你们赢了。你们厉害。我要去做，走，张哥陪我去做那个棉。今天是随机舞蹈。嗯。放音乐，你们必须跳双人舞蹈。然后跟音乐合。我们这个，这么早期都能来了，都有监督的啊，双人哦，带双人啊，我们是对称。好了，过了吧，过了。通过，可以拿那个纸了。好，我有了。好了，累了。陪我们玩一轮呗，你们俩。等一下。来呗，我可以啊。我来呗。我都拿到了呀，来吧。来先说。哎呀，还丢了。我们可以表演星星舞，星星舞。星星舞。星星舞太厉害了。不能模仿啊。别看这个鞋垫了，谢谢你。来点强度，3、2、1。啊！行，给一口自己的手，然后让对面住。行吗？
这是香水。你舔了吧？啊，给了呀。给了呀。你是舔的吗？没看着，确实没看着。他是这样的，我不陷入自证。但真的没看着。是然后这样他们就受不了了。我们敢做，现在立马做50个俯卧撑。真假的？我看你也起不来吧。30个，最后那个椅子上。五六七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。你给我点好处，40个你给我点好处，就四十个。哦哦，你做40个，我做20个，行。我做完了。四十，可以做。你们说？哎，我跟你说这样吧。就咱们先试一轮呗，就是现在再休息一下吧，刚对吧？强度有点大了，刚。明白了，关灯。OK， 来，我们也关个灯。OK， 那么我们就来他们一刀吧。我们再来30个。好恶心啊！我认输了。我们杀死比赛啊！我们直接做50呗。你不是要杀死比赛，你要杀死我。别做了，我早上才见我。别做了，别做了。八九。你们标准一点，别停！林哥，别光弄屁股啊！100个，做80个，接吗？接吗？让给他吧。敢不敢？接了，接了。好，那恭喜大伙儿跟。你让亚轩得一个呗，这样，阿哥你来陪他玩。你在这边来，我陪他玩这个。你还能再做10个俯卧撑啊？我们敢做。100个俯卧撑。10个，10个俯卧撑，接不接？你先做。做吧。我是真累了。你赢了，拿。对啊，他们接不了了。这个我们还是3个人。我3张，你来3张。现在还有一线希望。没有希望了，已经结束了。我们能不能单挑啊 ？Solo 吗？我们单挑算半个行吗？我们来两轮，或者我们两次算赢。行，来吧。你们在这 Solo 看谁先？哥们儿，图啥呀？图我马上要赢了，来。菜鸟驿站生死之战，请选择你的英雄吧。啊！导演到负，贺峻霖的冲刺，世界纪录诞生了。导演到负，贺峻霖又冲刺了，新的世界纪录诞生了。我要成功了，我要成功了！啊！7个了。石头剪刀布。真的一把就出名了。石头剪刀布。了哎。贺峻霖向众神祈祷，回应他的只有曾经意气风发的自己。我完成了。那恭喜贺老师这关闯过。我完成了。集齐了的可以去2楼的那个刚刚那个放了鸭子那个地方，看谁先到就是金姐。还是我向众神祈祷比较管用。马哥辛苦了，谢谢马哥。接下来请看马哥驯服4只石鹿。右手虚握拳，左手搭在右手上，左右扭动。左手也虚握拳，也要虚握拳。对对，这是嗓音的自然吗？错，拧瓶盖。向上举起左手，伸到背后，那么深，对，摸到肩胛骨，四指蠕动。这难道不是一个很日常的动作吗？拉伸，不是挠痒痒？完了，你一个都不对。对，然后45度仰头，放在眼睛上面。看，稳定。
滴眼药水啊。先向前，然后回到原点，回到原点，然后再向左，再向右，这个。分菜吗？你给我一个。不对，剥香蕉。左手捂住耳朵，右手向前伸，上下左右旋转。你的姿势不对，你摸索一下这个姿势。你这样。好，你终于对一个了。双腿岔开，微微屈膝，屁股向后撅，左手向前，右手向后，然后屁股轻轻颠一下。找一个感觉，骑马。好，最先完成五个挑战的是张哥，第一名，他获得经典刀。春元哪来的第一名啊？第二名完成所有的任务的是翔哥，什么剪刀？获得红剪刀。翔哥。第三个完成挑战的是丁哥，什么剪刀？黑剪刀。大黑剪刀。大黑剪刀。这个。对。这么没这么大呀？第四个完成的是小贺。小黑剪刀。第五个是亚轩完成了拿大的儿童剪刀。哪个？这个吗？大的儿童剪刀，那个要人手上。给你剪我，啥也剪不到。好，马哥只完成了四项，所以他获得小的儿童剪刀。耀文只完成了三项，他获得指甲剪。哇，指甲剪是最有用的剪刀。对呀、啊，能剪指甲，你一定能剪啊。好，来准备。剪下来好像是挺好用的。你剪断了？哎呦，烫死我了，血太呛了。哎，吓死人！中国境内严禁开枪。又开枪了！哎呦，干嘛？别了别了，我要下别了。可以了吧？我们这个演唱会前就开始就已经开始投入使用了，结果我们演唱会完了才剪彩。哇，这个好响！你这个买的好。好，剪好了，剪好了。恭喜大家！哎，你工好、哦。恭喜。好，这条视频你不剪啊？你辛苦工作。兄弟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一路红花。走了，兄弟们，是吧？对。桌子搞。丁剪刀快！丁剪刀是谁啊？什么玩意儿啊？哇！哥们是二次元，咱会有什么东西？是啥呀、啊？啊，瓦！加起来功率吗？服了、哦！这干啥用的？烧水壶。这是多喝热水。这是啥？谁的充电器？哇，充电器给我吧。充电器好东西啊！这怎么这两个充电器啊？可以啊。这不是充电脑的吗？哇哦！哦。可以。哇！这是大家共同的礼物。来，派发一下。好，这什么什么红包？发给谁？发给位置上的人是吧？只要有位置就放一个呗。我从山中来，带着浪花走。终于给他卡在 Pad 里面吧。OK 了。好。我从山中来，来吧来吧。